域 Mavic Air 入门教学对频方法。当您的 Mavic Air 遥控器指示灯为红灯常亮，飞行器尾部指示灯为黄灯快速闪烁，说明遥控器和飞行器已经断开连接，需要重新对频。下面介绍对频的两种方法：一、通过连接 DJI GO 4 App 进行对频。打开 DJI GO 4 App， 点击进入设备，选择进入飞行界面，点击右上角按钮，选择遥控器设置，点击下方的遥控器对频，选择确定。遥控器会发出提示音，表示进入对频状态。长按飞行器尾部指示灯按键约三秒，听到一声提示音后松开，飞行器开始对频，前臂指示灯变为红灯快闪。当遥控器对频提示音停止，指示灯变为绿灯常亮，飞行器尾灯绿灯闪烁，表示对频成功。App 弹窗提示对频完成，点击确定。二、通过遥控器组合键进行对频。长按飞行器尾部指示灯按键约三秒，听到一声提示音后松开，飞行器开始对频，前臂指示灯变为红灯快闪。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急停按键、功能按键和自定义功能键并保持，直至遥控器发出提示音开始对频。当遥控器对频提示音停止，指示灯变为绿灯常亮，飞行器尾灯绿灯闪烁，表示对频成功。以上就是 Mavic Air 飞行器与遥控器的对频过程，感谢您的收看。